你讲你要利用张嘉玲，是要怎利用？我就是要利用伊回去养家，所以头一步就是放弃学历。我警告你啊，不准再找张嘉玲的麻烦。你叫张嘉玲用心拍戏哦。一切要结束啊，马上打你开了。囡仔当然袂当留伫个雪莉的巴肚底。我讲倒来囡仔，哪有可能有啥物遗传缺陷的病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，万事一冷气。你讲你要利用张嘉玲，是要怎利用？啊，时期敢调去美国回来？若要囡仔有作用，我的婚姻就一定要清清气气，袂当有任何的污点。安尼张嘉玲才有机会对我的看法来改变。我爱巴肚虽然足痛，害你袂死，我著倒倒来接我你啊！我警告你哦，不准再找张嘉玲的麻烦。哎，总算有淡薄仔正常啊。太子爷，你看到无？你心爱的查某人伫我的手头，你一点钟以来挂在我家，若无，伊会足凄惨的哦。免一点钟，我人伫遮，夹着我女朋友的人，我绝对袂放你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有爸爸妈妈，佮爱你的这小妹，唔通这么多强啦？囡仔当然袂当留伫个雪莉的巴肚底。无可能啊！爸爸倒来的囡仔，哪有可能有啥物遗传缺陷的病？就算我对不起雪莉，我嘛必须要安尼做。趁这个囡仔还佫细汉，那个提掉啦。囡仔若无啊，张嘉玲就会认为我回头的机会变大。我佮伊离婚的代志，张嘉玲伊嘛开始丢毒，甚至对我都会动心。我佮他知影讲，我的辛苦绝对袂当白了工，所以你一定爱支持我，我拢是为着咱的将来。Thank you.